春节期间，民间习俗，民众必会到寺庙，祈求未来的一年能够平安健康。今天节目就特别来到位于新北市林口区的竹林山观音寺，在众多善男信女的虔心奉祀下，常年来香火鼎盛，不仅是地方宗教文化的领导，更是全国知名的寺庙。各位善男信女，大家好，新年快乐！本人请代表咱南靠德林山观音寺全体董干事再次来向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合家平安。本寺观音菩萨非常的灵感，九年来这个千万年久以大德对本寺的爱护和这个关照，让本寺因为一旦这里家往生，真是感谢万恩。竹林山观音寺主祀十八首观世音菩萨，是由福建省安海龙山寺分灵来台，令配寺文殊、普贤菩萨、天上圣母、祝生娘娘、福德正神、玄坛真君、关圣帝君、文昌帝君等神明，长久以来庇佑着广大乡民，信众广遍全台，常见善男信女们或立或跪，心中默念着以无比的虔敬顶礼膜拜。德林山观音寺外观非常的水，古色古香，木雕石雕，不论是教堂还是人物雕刻的十分的精致，集会了台湾的各地传统建筑特色雕刻的石雕对联，拢是在书法家来写的吼，这个真出名的手笔，予人去感觉的迄啰气势十足。占地千坪的竹林山观音寺，建筑采三落七门闽南风格，主殿高达23公尺，大量采用台湾国宝级千年快木。正殿就使用了18根台湾快木柱，拜亭有2根横跨52尺的快木横梁所打造，石材则使用大陆青斗石，是国内少见融合中国南方建筑风格的庙宇，建筑设计巍峨壮丽且庄严肃穆。一直以来，德林山观音寺非常重视绿化，特别是春节期间这游客到咱本寺参拜的人非常的多，咱庙前的这个广大花园哦，空地会使让咱游客哦去佚佗、赏樱花，啊，甲看咱在欣赏小桥流水、雕刻优美的景致哦。咱后花园哦，也有设计这十分的雅致，各种的花草树木哦，季节拢会开啊真水，特别是樱花特色。啊，即卖咱有种一挂梅花哦，请观众哦、大家哦，大家来有福气来这看。不仅是全台信仰中心，在庙前还有面积辽阔、花团锦簇的花园，每逢花期总有大批游客前来赏花，好不热闹。栩栩如生的人文艺术造景与场地设施，供民众在此休闲游憩，适合全家亲子游乐，贴近大自然。庙旁也设有各式摊商以及美食区，信众在此可获得身心灵的满足。每逢星期天就是庙里义工妈妈们最忙碌的时刻，妈妈们分工合作，准备平安面供民众们免费吃平安。春节期间也照样不休假的为来自全国的信徒们服务，让民众到竹林山观音寺除了拜拜外，也不要饿着了肚子，一定要吃一碗将平安带回家。我要感谢这个善男信女对本寺的支持和爱护，每年春节期间，本寺有固定有这个精彩，这个十旗团来表演。那么今年特别邀请这个陕西省西安的国家级的这个旗乐团到本寺来公演，时间是从农历正月初一到这个15号连续。15天，每天3场的演出，以及有这个主题戏
为了表演节目，也是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来光临指导。秉持宗教入世、服务社会人群之层面，竹林山观音寺回馈信徒的信念，做更多更积极的奉献。新春假期，您也不妨放慢脚步，造访这座北台湾艺术殿堂，为新的一年留下美好的行程回忆。祝大家平安。